哎哎哎，嗯哼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跟蝗虫正式交往了，嗯哼，用完很多种他的初吻，怎么样，很羡慕吧？其实也没什么啦，只把它灌醉，然后再亲上去那个呢，然后真的好爽哦。小丸子，花人竟然连美环都吃得下去，其实我也蛮好奇他们飘飘飘的样子，花人真的好了不起哦。对呀，花人他们家这么有钱，其实没有必要找那么廉价的嘛。花人真的好厉害哦，他们家的床跟房间真的好大好漂亮哦，而且小大叔还会帮我们拍照，再帮我们输出精装 DVD， 全省各大公厕贩售中，结束后还拿布丁给我们吃，跟我说声辛苦呢，一次两次三次，真的好想哦。我搬家了。